给大家演示冷接子对接。首先把后盖拧开，穿入皮线，再用开拨器拨线大约4公分，然后将皮线固定在导轨1厘米左右的位置，用米勒钳拨除涂覆层，再用酒精棉清洁光纤，把清洁好的光纤放置在切割刀凹槽30毫米的位置，用大拇指固定好皮线，防止光纤位移，推动滑轨进行切割。把光纤插入接头套管内，插至光纤微弯，确定光纤插入到位，盖上拧紧后盖，然后把锁口往后拨，锁紧光纤，装上前套，测试一下光纤的通光效果，可以看到通光效果非常不错。接下来我们用 SC 耦合器连接两边接头，完成光纤对接。